在圈边先找一个收过路费的点，另外一边近点这里作战打了起来。嗯，看这波单班U3面对 UMP 四五都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两个人都没子弹了，再拉上来。微笑漏了一个小小的身位，被 WY 开镜锁定到。但这边是一换一，我觉得得打呀。一定要打了，但是花痴从另外一边被雕哥给击倒。嗯，锁骨在拉枪线 ，ST 就在身后。这一次山头啊，可能有些危险。王远状态还不错，先补一个回头打倒了苏七。啊，近点的位置，锁骨已经拉了上来。这个位置 WY 还有机会吗？被摸到了一枪脚，先引爆再聚，还有机会穿脚吗？换了一下子弹，对方再拉上来。